谢谢鞭炮力的参赛队伍。这次赛会的冠军队伍是 Alosta 吉华国中华乐团。恭喜鞭炮力获得吉华国中华乐团获得第一名。 Alosta 吉华国中华乐团，掌声来祝贺！掌声来祝贺 Alosta 吉华国中华乐团，听到没有？祝贺的掌声！ 2006年马来西亚华业合作大赛到这里圆满结束，让我们2008年再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每一队的参赛队伍，希望下一届2008年你们再来参加，好吗？